耶！嘉诚有听到吗？哇，酷酷酷酷！现场 live 转播。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Kevin， 我是 Ella。哎，对，这两个是香港来的车友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开车开多久了？如果是卡丁车的话，我们是今年3月份、4月份的时候才开始玩。哦。对，因为他朋友开有一个聚会，然后就是玩卡丁车，就是回内地那边。啊。然后我们一玩之后就我超喜欢。啊。然后就慢慢爱上了。然后我们就变得自己来去玩卡丁车，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可以让自己的速度快一点。然后我们就是在 YouTube 那边学，但是又学不了什么。然后碰巧我去台湾旅行，他真的在 Facebook 那边找到你的 Facebook page， 然后就说那你可以学习一下。好，那我就跟小编那边去报名。然后他就心痒痒的那我也一起学吧。然后我们就来了。那你觉得学之后有什么差别？我的差别很大，因为本来我的基本功就是没他们好，因为我本来我天分没有那么好，他会比较好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进步那个空间比较大，因为从我第一天就是昨天跟你们玩的时候，我的秒数是很落后，对，但是现在差别就是3秒，对，然后他就是对于那个踩 brake 还有油门的控制，他变得很细腻，对，这个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就是真的学不到，然后你真的非常有耐心跟我们学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油门跟 brake 那个放的分量，对，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真的很快就可以。学到我这个真是很棒，就是有人现场教，还有我们 YouTube 学的，就是差很大。对，细节真的蛮重要，细节蛮重要。他刚讲说他差3秒，就是他本来是1分03，现在变1分00了，差了3秒，两天差了3秒。原来3秒就是已经差很多了。对。但就是只是会不会而已，就是人家去点你以后就会注意这个细节，那你就会持续往这个细节努力，然后你就会往对的方向进步，那秒数就会很容易上去。对啊，我很期待看到你们两个比赛的成绩，因为我看你们两个都进步很快。对，主要就是因为想要拉近他的距离，要 battle 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玩。可以，要不然他就会看不掉我。不会，现在知道了，让他开比较慢一点的车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跟他 battle， 然后他也会去要求他的动作这样子。那改线会比较更加好。你们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？你们来这一次来几天？印象很好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来了第4天。第四天。对，他是昨天才前天才来的，但是我们觉得台湾人就是很热情。因为可能我们香港也有，或者是内地也有一些是卡丁车的站面，但是他们就是比较说明的比较表面，没有那么发那
么多时间跟你说，那个位置要怎么去拐弯。但是你不是，你每一个影片每一个弯，你会停下来跟我们说你的经验，或者是你怎么拐弯。这个是我们之前在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长辈前辈也没有感受出来的。对，很棒。我以为他在讲美食，就讲最后又在讲赛车。对，讲哦，美食的话，我们只有去过夜市，哦、就是因为我知道美食的话，就是去多一点不同的夜市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地道。哦，对，然后我吃了台湾菜，哦，菜脯蛋。哦，菜脯蛋，有他说他第一天来，他说台湾那个菜脯蛋超好吃的。对，可能今天也会再吃。我有亲戚在这里住啊，对，很好，我觉得真的为台湾感到骄傲。我觉得他有感受到我们台湾是很热情，是很棒的。对，而且你们有学到东西，我觉得这很好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我自己觉得这真的缩短很多时间。以前我们自己在摸索的时候，真的花很长的时间，对，然后很大量的心力资源，才有办法就是知道这些东西。但是现在就是很浓缩的，你就知道说哦，我要往哪个方向做，你就不用去试错。像我们以前真的学，真的是在试错。嗯，哦，我试一试啊，我知道这个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错不对。对，反而到你们这一代，或者是你们在学，就会知道，哎，就这个是对的，哎，你就往这里找，哎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没关系。但是我告诉你是错的，哎，是不是真的是错的？哎，对，真的是错的。对，那你的进步就会。会很快，会很快，会差很多。因为我觉得差别在哪，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是问其他人不熟悉的，不是一个真的有经验的，或者是 YouTube， 我们错的地方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原来不可以这样子。不这样子拐弯或者是踩 break， 但是就是你教我们的话，我们才知道。哦，原来这样子是不好的，对，这样会拖慢那个速度，对。然后我们学完之后呢，我们回到酒店，我们在看 YouTube 的时候，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犯的错。对，他今天就给我看一个影片，他说他是不是看得很不好？我说对。但是我们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能力去看到，原来之前的我们也是跟他 YouTube 这样子会这样子犯的错，对。所以现在会不会了？对，现在不会了，不会了。而且动作越来越有样子，对，我觉得有样子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很 pro。就是很 pro 那种感觉，很 pro， 对，很好，很好，自己感觉也会很好，自己感觉也很好。好，欢迎你们再来台湾玩啊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